抱着塔，我跟你讲什么塔？什么塔？就是塔啊，没有啦，开玩笑。哇！哎，人家放彩，我没有给人钱，全世界最有感觉、最漂亮的塔是什么塔？不要讲，不要讲。恭喜恭喜啊！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可以吗？啊，叫你老婆来看呐、啊。塔罗牌，塔，你给塔，啊，这个就傻瓜才会画这个，我就不会画这个，我会画九层塔，漂亮。哎，有读书跟没读书的，一看就知道。先来看没读书的，好不好？来 ，Kid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怎么了？一二三，金字塔。哎呦，我要画灵骨塔的。哇，哎呦 ，OK OK， 你又想学我？嘉威，你这个太过分了，嘉威。你这个我不相信，你这三角锥。不可能。哎、欸，你要看他摔着画什么？这怪怪的。OK， 好，先看齐军的，来金字塔。金字塔，哇哦哇哦哇哦！而且他画二 D 的，他画二 D 的，好来来，灯塔，我画的好像哦，灯塔，一二三，蛋塔，好 ，OK， 两分，两分还可以啦，好来，尼基塔，一二三，蛋塔，哎呦哎呦，一二三。我是真的，好，站好，一二三，蛋塔！哇，哎，他们三个是有看到，还没有孤立你，你就看不到他们在画的。全世界有名的塔，比如日本的晴空塔，对不对？比萨，意大利的比萨斜塔，对，对，还有一个玲珑塔，最重要的塔，我跟你讲什么塔？什么塔？就是塔啊，没有啦，看一下。哇！哎，人家放彩，我没有给人钱。全世界最有感觉、最漂亮的塔是什么塔？不要讲，不要讲。恭喜恭喜啊！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可以吗？啊，叫你老婆来看呐、啊！这样可以吗？对呀。